OneNote 跟其他类似的学习平台有一个很不同的特色，就是提供了访客登录的功能，可以让我们快速就取得进入平台的账号，完全不需要经过任何身份的认证步骤，像是 email 或社群账号的授权，而且日后可以使用相同访客账号继续登录。也能继续之前的学习记录，不会因为使用访客账号而无法保留任何学习记录。此外，访客账号也可以自行编辑个人资讯，让管理者可以清楚辨识使用该账号的人。以下几种教学情境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，例如短期研习。或是使用一般教室、非电脑教室，同学没有电子邮件、社群账号，或是不会注册账号，或是在电脑、平板数量有限，同学进行分组讨论都可以使用。